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没有眉毛，我没有眉毛啊！这分来那边成为了著名管广进店第一位上。我认为红的这个造型的灵感是来自于一部马来西亚的恐怖电影，叫做《南屋》，其中有一个镜头让我们非常非常的难忘，是不是跟他一模一样？来看看，哎，红做这个动作，这样。好奇我们天，我操，一模一样，好像啊！来下一位，下一位观光者觉得他很像陈冠希的著名电影《狗咬狗》里面，从小生活在垃圾堆里，就捡垃圾吃。最后急了就开始咬人，这不跟他现实生活中一模一样吗？就是陈冠希，就这个气质，你知道吗？陈冠希还是好帅呀，这样看。我只说气质，没说脸哈。大家知不知道一个韩国一个音乐人，歌很好听，就是他胡赫，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，做个表情，不屑的表情。哇哇，好像啊！你能不能把这个头剃了？这样吧，等他那个哪天晚上睡着的话，我偷偷把他头给剃好。好看的，好看的，对，真的好看，这样好看多了，你看多洋气啊，比我们俩还是差一点哈。对啊，比我俩什么呀？还是我们俩好看。嗯、啊不不不，我们要共美。不不不是，他好看，他好看，看咱俩经验。